连续用三年的黄金耐力，非常的漂亮，挂果量非常大。今天是2022年7月19号，我们来到了公安县南平镇这个大哥家的这个，你这个是什么梨？那个黄金耐力。黄金耐力啊？对对对。那你这个你用了我们大约几年了？用了今年第三年。今年第三年啊，连续用了三年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那你一棵树用多少粒？一棵树我今年用了10个粒。12粒啊？对。你感觉怎么样？用了这三年，你整体感觉怎么样？效果特别好，用了以后它的果子非常大，也非常甜。啊，果子大和甜。它那边那块就跟我的不一样，你看那边好小，我这边用的就是这么大颗的。那你看整体产量感觉怎么样？产量今年特别棒，今年一个地主是150到200斤，150到200。